识是改变命运的力量。国际释迦文化中心送赠给山区学校的儿童百科全书，结集3000多名学者，花上7年时间编制而成。若果你都想参与今次活动，中心可以代办并送到受惠学校。每套儿童百科全书年运费港币180元。本中心主席郭兆明先生仲会回赠内含14套精彩印度电影光碟1辑俾参与者，请将存款收条连同姓名及联络资料传真23380633或电邮至 aardf@navigator.com。想了解郭兆明先生多年来改革农村的工作，可浏览 www.happyhari.com。日日 OT 到咁夜，你仲有时间买咁多新衫嘅？可以网购噶嘛 ？T 衫系喺一个叫 Yes Style 嘅网站度买噶。Yes Style 集合咗港日韩潮流服饰，仲有自家品牌系列 Yes Style Exclusives， 喺第二度买唔到噶。独一无二咪好贵咯？咁又唔系、啊，佢哋啱啱推出嘅春装全线做紧8折，唔贵有多选择，唔使出街都可以 shopping， 啱晒我哋啲成日 OT 嘅 OL 啦。等我即刻登入 www.yesstyle.com.hk 睇下先。香港人网咁讲似好听。星期一、三、五，萧山坐镇，陪你游走古今时事，道尽文史哲理。风雅萧萧，现在开始。咦，个背景错咗喎，系咪？系呢个金像就 One Game Show 嚟喎，呢个咁我嗱，今日我哋风雅少少嘅时间咧，即系咁样就系、直播嘅，当然系直播啦吓。咁、就系、是、有啲人话呢个 Hong Kong Broadband 冇 response， 点解唔用啊？用九仓或者 local server 嗰两个都得啊？香港 Broadband 系咪有少少问题啊？即系咁样，帮我哋睇下，即系咁样样系。香港 Broadband 有多时死嘅，但系即系呢一个。其實九倉是最多 server 和最多頻寬的，有4000G 的，所以這個是真的很穩陣 的，所以如果大家盡量都可以用九倉那個就是這樣是好啦，咁就係、當然啦，即係今日首先即係要講呢一個即係震撼全香港嘅事啦，你解釋一下先啦。係，咁就係即係郭氏二佬同埋三佬兩個兄弟咧，係被廉署咧係拘捕，再加上呢個前任呢個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咧，亦都係被廉政公署咧係拘捕，咁協助調查嘅。係，咁如果係即係去到政務司司長被廉署調查並且係拘捕嘅話咧，真係史無前例喎，蕭生係咪啊？是香港歷史有史以來最高階的官喎、啊。是啊，即以前是講緊都是咩總警司啊，什麼最多是啲即官局有冇啊？局長級都冇，處長嘅啫，即陳奕迅老豆啊，或者嗰啲都算是比較嚴重嘅。稅務即係嗰個revenue 嗰個試過，係稅務局嚇，稅務局局。局長咁樣，咁但係嗰啲都唔係最重要嘅部分。係啊，即係呢啲都只不過係啲部門裏面，即係個局裏面嘅一啲其中一個處嘅處長之類咁嘅啫。但係今次嗰個係政務司司長喎，係報政司喎，前政務司司長喎，即係香港第二把交椅嘅人喎。咁樣就係即係曾經做過香港第二把交椅嘅人喎。咁就係我琴日已經立即即係出咗一個Facebook 啦、如果前政务司司长是拉德的话呢，咁前特首都拉德了。啊、我睇唔到太大嘅分别㗎咋。係呀、啊。冇乜分别㗎喇呢样嘢。係呀、啊。即係照计，即係譬如你如果啲官场嗰啲潜规则咁样，即係你照计去到做到咁高级，即係去到司长级啦，同连埋特首。即係照计，即係冇理由係会可以去到被高调咁样被拘捕㗎喎。咁但係即係终于发生咗。即係咁啦，咁所以呢个第一个问题就佢哋得案究竟系点，即系大家睇佢哋得案嘅案情究竟系点。第二就系呢单嘢系咪同 CY 有关系咧？系咪个政治阴谋咧？就全香港嚟讨论嘅。系冇错，因为即系唔好话我今日公司啊，连譬如我公司啲外籍人士啦，譬如啲老板啊，都嚟香港可能10年8年咁样啦，咁都唔系太关心香港政治，都大家都知道啦。但系今日真系。连呢个许仕仁再加埋郭氏两兄弟被廉署调查，佢哋都问：哇，
香港究竟发生咩事啊？系咪翻天覆地啊？系咪啲大亨要开始要俾人对付啊？咁样即系大家都系好惊嘅，即系都震撼，唔单止普通市民啦，我谂连中环都震撼吓、啊，就系、是。即系如果拉到前政务司司长或者两个郭氏兄弟，郭氏兄弟有时系香港首富，有时唔系啦。第二、第三，即系呢一个第二、第三咁啦，即系佢哋表面新鸿基。嘅地产嘅股份就值呢、這个寻日就係值1,300,000,000,000，今日跌咗100多億，跌咗10%。但係呢啲係个表面，即係係大家见到嘅财富。係呀，你收埋嘅钱呢仲多㗎，即係我諗佢哋即係怕有3,000,000,000身家咁上下啦，即係咁恐怖，小心。咁就係、是、而佢哋第二仲有一个身份喎，係政协常委喎。政协常委都被人拘捕即是如果你要拉政协常委或者前政务司长呢、就 courtesy 呢都要先召回北京喎。係啊，即係佢哋兩個都係全國政協常委喎。哦 ，OK， 咁啊唔簡單。點都要通知一聲喎，即係唔係話攞 approval 都要通知一聲，禮貌上都要通知一聲。即係北京唔係唔知道要拉呢啲人喎。明白，係。你明唔明啊？係啊，咁我相信係啦，即係我相信拉許仕仁。曾蔭權一定知道，而曾蔭權的老丁都一定知道，而蔡英文的老丁的老丁都一定知道。如果不是要拉到許仕仁，要拉到郭氏兄弟，真是不簡單的一件事啊，蕭生。咁是屬於咩件咩嘅一回事呢？咁首先講件案啦，即係咁樣。咁件案 initiate 當然就係即係國家兄弟嘅，即、就、係、是、曾權案啦，即係咁樣係。咁呢個曾權案呢咁樣就係即係郭炳湘嗱，我首先講佢，我講下佢屋企先啦，即係咁。咁其實講城隍拜舅，我已經有講咧，1973年我就開始做呢個瓷磚，咁咧我自己上去 call 新鴻基嘅，我親自去 call 佢哋老豆嘅郭德勝嘅。哦 ，OK， 咁緊要啊？咁佢聽唔聽你啲？聽，咁犀利㗎！好傾嘅郭德勝。OK， 即係郭德勝咧，喺一個時候即係受過中學教育嘅人，但係咧就係、是、常識相當廣泛、廣闊嘅，反而係即係呢個係嚇。咁、就去過佢屋企㗎。即係我記得佢個廳係用綠玉石鋪地下嘅，我覺得冇人用綠玉石鋪地下，因為好容易行花。係啊 ，too soft。但係嗰陣時佢已經好有錢㗎啦，好有錢啊！嗰陣時已經係嚇，咁咧就係即係，然後就係三兄弟啦。咁樣三兄弟即係郭炳湘咧，就係即係個人比較隨和啲，佢咧就係、是、收集呢個青花瓷器嘅世界上 the biggest one of the biggest collector， 一間屋愛嚟收青花瓷嘅，應該咧就係、是、即係數以10億計嘅，即係啲青，淨係啲青花瓷器，所以你就估佢嘅自己嘅財產應該有3,000億啦，即係佢係其中一個世界上最大嘅收呢、這個青花瓷嘅收集者嚟嘅，呢、這個就係、是。咁、呢個郭炳剛同埋郭炳湘咧，就係、是、虔誠嘅基督徒嚟嘅，郭炳。你讲而家俾人拉过，嗰边可能嗰边乱，系啦，咁咧就系大家知道咧，即系佢哋信嗰啲基督徒，所以先整咗个马湾嘅挪方舟，系啦，一个戆居 theme park 嗰啲，即系嗰班友嘅。系啊，其实佢都会做呢啲 theme park 咧，都属于去到即系差唔多系啲福音教派嗰个福音教派嗰个层面添噶啦，已经系咁都几虔诚嘅，不过心中不二嘅啫。系啦，咁我自己翻工嗰栋大厦咧，因为都系佢嘅大厦之一啦，咁咧就喺个顶楼嗰度咧，每个礼拜。都有團契，都係佢哋搞嘅。係啊，即係咁樣。咁而咧，即係可以，我可以咁講啦。即係一路我講俾大家嘅 comment 聽咧，即係所有大地產公司，即係我哋都有交易過。咁其實咧，就係後到今時今日，我家姐私人嗰間建築材料公司咧，即係仲同新鴻基嘅地產有交易，有交易嘅，仲係有交易嘅。好多時仲係揾佢訂嘢嘅，即係咁樣係。咁樣新地咧係喺香港嘅大地產公司 manage 得最好嘅一間，係。即係你意思，即係本地華人嘅地產公司，就唔計怡和太古，係呢個我都同意嘅。大家都如果講開買樓咧，都知道啦，即係買新地嘅樓咧，係絕對好過買其他地產商嘅樓嘅。最冇人收受回佣嘅，我哋同佢交手係咪啊？係啊，係最乾淨嘅天喎，咁樣真係點解會咁得意咧？係咪佢哋又唔爭人數嘅，好好嘅，即係寫上嚟俾我哋。如果呢數遲咗咧，你就直接嚟揾我啦。即係材料部。
郭炳江老婆自己管嘅，我哋所以就揾佢嘅機會係大嘅，其實即係咁係。咁而郭炳江咧，勤力到咧禮拜六、禮拜日都巡地盤嘅。嗯，佢哋真係冇不良嗜好嘅，佢哋嗰家人係即係咁。真係名副其實婚嫁倫理嚟嘅。咁就係初初我去揾郭德勝嗰時咧，新鴻基係弄貨炒樓，係，系佢嗰啲楼咧，系 quality 低嘅。哦，嗰阵时系系出名低嘅，系差嘅。差嘅。咁而郭德胜咧话，我系想将佢转高成为一个品牌。明白。嗰阵时我觉得，哇，有冇咁易啊？咁结果佢成功咗。系。嗰阵时有一段时期咧，佢所有厕所厨房砖都系帮我订嘅。咁啊，即系一个大 business partner 嚟嘅，真系。其实新鸿基真系，如果咁讲，萧生系啊，即系我讲俾你听咧，即系比起上嚟咧，即系最憎我最憎嘅咧就系九仓，我真系唔想做佢生意，即系包氏家族，即系唔光正，唔光正，找数嘅，即系十年后都未找出佢啲手艺，即系咁样，黑人争论真嘅，大楼又黑人争论真嘅，李生找数都麻麻地嘅，李生真系好麻烦，李生好麻烦噶，好麻烦噶，我又试有个李泽钜添，系啊，我讲过我哋帮佢好多 professional service 咧，帮佢做，譬如打官司又好，计数又好咧，好啦，做完晒啦，跟住咧就话做完晒之后先，你减一半价俾我，咁系啊，咁你企喺度嘅喎，因为你减唔减俾佢咧，你唔减俾佢，佢以后可以入波同佢打官司，你亦又唔打官司，你以后亦都冇咗生意，咁净系如果你以长实同新鸿基嚟讲，净系一样嘢，系就比较分清楚咗佢哋两个，嗯，长实咧，佢卖完啲楼之后咧。嗰啲车位咧系永远租俾你哋嘅，嗯，永远唔买车位，永远唔买车位。长实咧，等你买咗楼之后咧，佢突然之间咧就卖车位啦，嗯，逼你卖车位啦，系、嗯，我试过噶，我住城市花园嘛，你教过噶，嗱而家唔租啦，啲车位全部逼你嚟卖，即系咁样，即系长实会做啲咁嘅嘢，新鸿基从来都未做过，系，新鸿基从来都未做过，嗯嗯，但系咁干净，而家都比廉记请我饮咖啡仲高卖，其实会唔会系一种即系大家警白你咧？嗯，咁就呢个我再自己讲好啦。今日又讲许仕仁咯 ，Rafael 虚高我一届喺 Hong Kong U， 我已经识得佢，即系咁样系。嗯嗯，咁呢个人咧就即系翘王，唔系咧？我就唔觉得系翘王，你梗系觉得你自己就系翘王啦。有咩咁叻？即系咁样。读咩嘅咧？佢系佢都系读 English 嘅。哦 ，OK，English translation 嘅，英文讲得几漂亮啊！但系佢其实系黄人仔嚟噶嘛？佢系佢黄人仔，系冇错，系佢黄人仔嚟嘅。咁樣一出嚟咧就考到 A.O. 噶啦，佢係咁一路做到而家咁樣樣。咁我而家睇我哋按表面嘅街度供應到嘅嘢，嗱點解一樣嘢大家覺得阿 C.Y. 係咪現 Wolf 喺呢件事咧？嗯，個表面正功咧就係非即係、就是、對佢係非常之不利。首先第一，郭炳江同埋郭炳聯咧都係提名佢嘅。都是提名唐英年，都是提名唐，佢对家唐英年。系啦，而咧呢一个佢哋成班人啊，呢一个许仕仁啊，原本就系佢嘅幕后军师嚟嘅，唐英年嘅幕后军师嚟嘅，同阿唐英年夹粉养马嘅，你明唔明？系，即系去到咁嘅关系嘅，即系呢一个系。咁而郭炳湘咧就提名阿 C.Y. 嘅，即系咁样系。系啦，呢个系啦，系咪啊？咁系唔系即系呢个帮助佢俾压力去清算佢两兄弟咧？即系呢一个系即系咁样。当然就好多人都会咁样怀疑啊。嗯，咁好啦，我哋再睇呢个许仕仁啊。再第二样嘢令到个嫌疑咁大嘅，嗯，就系、是、今日嘅明报，嗯，五版。是独家消息讲呢、這个呢一单案，系大量内幕咧，大量内幕消息，系咁即系你琴日发生，今日有咁多大幕消息，即系你一路都有好多内幕消息，系准备咗，只不过一拉佢先至揭露出嚟啫，一拉先揭露出嚟啫，嗯，系咪？咁呢个又系梁又系打手啦，因为明报就摆咗明系梁莹打手嚟噶嘛，咁啊真系好多怀疑吓、啊，系咪？个表面就系、是、即系。如此啦，即系咁样样系吓。咁、我一睇许仕仁嘅行为，我觉得即系只系四个字可以评论，即系叫死不足惜。嗯，即系如果而家表面揭出嚟，表面揭出嚟嘅嘢，你实在太过唔检点。嗯，你佢住喺礼顿山一个顶楼嘅商，唔系中间中间大两间打通咗，商连四千几尺，而家估计市值1.5亿。嗯，
咁恐怖。你有咩资格住一间一亿五千万嘅楼呢？係啊，你做官㗎咋。先生。係咪啊，即係你大佬啊，你一成由头到尾啊做个 AO， 我諗即係咁耐嘅人工加叫埋，至多做到退休都係得七八千万。係。嗯嗯，退休金啊嗰啲加加埋。加加埋至多得七八千万。嗯。好啦。住间屋一亿五千万。话俾十六万租，其实都好多都冇俾。系啦，其实嗰间屋咧，起码值卅几万租，一亿五千万，两厘都要三十万啦。系啊，系啊，两厘就三百万一年。系啊，系啦，咁就都要俾差唔多二十五六万一个月租嘅，就唔止俾。咁呢个系好似系，好似阿曾荫权啊，系咪啊？深圳，深圳即系咁样。今次呢个贵啲租啊，萧生，你开唔到，佢品味高啲啦，品味高。如果十六万租得过嘅，真系啲佢系。咁仲有啊，呢条友咧，听讲话系音响发烧友，即系嗰啲设备都二百万计。嗯，冇错，系呢个揭出嚟嘅。咁亦都系音乐爱好者，系啊，系你佢同我一样系我啲 friend 嚟嘅，佢系中意听华格纳嘅。系啊，系试过嗰时已经卖过噶啦。佢系为咗退呢个听一场华格纳嘅歌剧，因为嗰净系得日本人系比较即系识得听啦，就特登飞去东京，飞去听歌剧一晚，第二日飞翻翻嚟。嗯、住喺唔知嗰啲银座嗰啲半岛啊，定系什么嗰啲酒店嘅，好巴闭嘅，系、嗯、啊，好巴闭嘅，我觉得好羡慕嘅，令到我，即系咧，佢做政务司长嗰两年咧，系佢都住喺呢度喎，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呢一样嘢系，系噶，因为佢已经成个官邸百家道官邸俾咗佢，系、啊，但系咧佢又因为而家明报揭露出嚟就系因为咧话因为喺百家道官邸嗰度就唔可以整佢嗰啲靓。high five 又唔可以装修，可以咁佢、啊、就要 keep 住，咁、啊、所以佢就 keep 住间屋噶。百家道百嗰度咧就请客嘅啫，系啦、啊，住就喺翻呢度住，因为咧唔、啊、可以装足佢咁多设备嘅。系、啊，喂，以你一个咁样嘅收入嘅人，以前又申报咗喺香港，唔系你除非你炒楼好叻，咁你炒到十亿八亿，咁我就唔能够怀疑你啦。系啊，如果唔系你事实上系令人怀疑喎，即系系噶，即系净系即收入嘢官精不相称，系咪啊？你唔检点，即系做到高金官嚟，即系咪啊？咁但系即系佢真系过好豪华嘅生活噶，即系唐英年啲 friend 嚟噶，又养马，又红酒，咁又讲好多饮饮食食嘅，呢啲全部都系佢会做嘅嘢嚟嘅。咁系啊。咁即係呢啲過啲咁豪華嘅生活嘅喎，咁樣聽講話咧，即係最近咧，佢為咗獎呢單嘢咧，咁就仲有咧，即係根據明報講啦，就仲有個透支户口係數千萬計嘅，咁得意呢個係啊，係冇抵押嘅透支户口，喂，呢、這個已經係死罪嚟，呢、這個係死罪係，有人 guarantee 咗呢個户口，佢而透支數以千萬計，咁、嗯、最近咧話廉署查佢咧，佢其實考慮一樣嘢咧，就想叫銀行告佢，佢申請破產，以顯示佢係冇錢。嗯咁绝系啊！咁嗱，咁即系有几样嘢好唔检点啦。其中有一个就系、是，即系佢做政务司长嗰时主理呢、這、一个，嗯、主理呢个西九龙嘅，系，嗯、而单一招标。新地爭啲中咗，係新地同長實夾埋落一張標，係啊，冇錯，嗰陣中硬嘅，係咪推反單一招標係中硬嘅？嗰陣時直情即係肥到著唔到襪事件，就係話因為啲新地同埋長實一齊夾，仲有邊個可以同佢鬥？咁嗰陣時先反台先勁，係啊，其他人左右人都一齊反台，佢兩個夾埋一張標啊！呢啲嘢係，而嗰陣時就係佢主政嘅喎，其實係佢主政嘅，嗯，咁呢個係咪非常危險咧？呢件事？已經係非常危險咧，係咁就然後佢又幫佢出嚟說服其他人咧，紅灣半島唔使拆啊，即係咁樣好多嘅佢呢啲都做好多呢啲咁樣嘅嘢嚇，嗯，咁就係、是。On the face 嗰、嗯、個 case 係咁樣啦，咁但係我哋有個 query 啊、嗯，就係佢做政務司長嗰段階段咧，係2005年至2007年，係國氏兄弟未曾反面之前，係如果有任何利益收受或者利益賦予嘅話咧，
點解唔拉當時嘅主席嗰個叫郭炳湘咧？佢都有份喎、啊，其實照佢全部知情嘅喎，應該係。係啊，你起碼係知情噶嘛？係啊，啱噶嘛？而如果以新地嘅身份去俾 favors 俾許仕仁嘅話，咁你當時嘅主席係走唔甩嘅喎，照計係嘛？除非你轉做控方證人。咁呢個又有可能喎。佢話係啊，先生，呢個未知啦嚇。原來到時出庭，原來有個咁嘅郭炳湘喺度做證人嘅，咁啊真係精彩啦，真係。咁、所以咧，我就話咧，呢、這個故事教訓咧，就唔好意圖咧將你仔女綁埋一齊啦。即係有錢咧，你就捐多啲去做慈善，剩翻咧就每人至多有層樓，唔買得㗎啦，得㗎啦。即係佢點都有地方住，你知唔知啊？嗰層樓唔係佢個名嘅，係個基金嘅，唔賣得，咁佢再攞綜援都過到日子咁啊得。噶啦，即系啲更加碌住咁啊，小生。咁嗱，呢个就系即系表面证据，而家就系话就系 charge 佢呢几样嘢，系佢冇俾钱住楼住礼顿山嗰个单位，即系连租都冇交到，同埋嗰个冇抵押嘅透支户口，呢两个系主要嘅，呢两个系主要嘅收头利益。嗯。即是公務員行為不當，即是這個或者受賄，即是這樣。而他是不是出售這個機密呢？如果說出售機密，那這個就好笑，即是當然，即是其實呢，那些大的商家呢，即是跟政府溝通其實一個東西呢，就是收風的嘛。是。那沒有人收風多過即是梁振英的啦，他身為當時大德良行的亞太區主席，而他是行政會議的召集人。即是唐英年呢，即是他做呢个政务司长或者做咩做官，就总之他生意 distance 咗嘅。嗯。董建华都系。系。而梁振英系冇。嗯。一路呢就做緊地产生意。嗯。咁呢一个就当然啦，即系咁。咁而家呢佢只系非执董。系。好啦，咁而家你讲下街道认为呢一个系政治，是政治問題一還是不政治問題的 pro and con， 雙方的 argument 是如何，即是這樣是。首先就是個街道，就首先大部分人都覺得一定是他阿哥督他兩個細佬出來。這個不用想啦。這個不用想啦，好啦。咁一般就好多人就覺得啊是政治檢控啦，咁就剛才你蕭生你想所講啦，就是話即係嗰啲人全部是唐營的人嚟㗎喎。而且呢其實呢就是根本呢是一路以來，因為其實許仕仁呢本來就話會是唐營的選舉的軍師，但好早就已經退出咗，咁即係話其實呢個風或者呢個所謂黑材料呢，就神早就呢把刀就神早已經擺喺度㗎啦，咁只不過等到佢選咗先呢先至亮出嚟嘅啫，其實係咁樣嘅。咁但係另外一派嘅說法就係話唔係喎，你 CY 都未上場咁樣，照計話事嗰度仲係曾蔭權嚟嘅、即係起碼喺個行政上嗰個無論如何啦、而即係許仕仁一定係曾蔭權條僆嚟嘅，即係一定係一伙嘅喎。佢哋嗰陣時揾特登揾佢翻嚟做政務司司長嘅喎。咁喺佢主政之下，就算仲有幾個月，都冇理由係而家拉啊！即係照計起碼有乜權可以批啦？呢個叫 ICAC 即刻要拉咧？呢間調查咗好耐㗎啦。係啦，咁照計如果真係要封住嘅，或者曾蔭權話咁你唔好喐住咁樣，又就算即係曾蔭權唔係大權到可以封咗個單案，但起碼佢話我任內你唔好喐啦，之後嗰個特首呢就之後個特首做決定都應該得㗎嘛。咁所以反對人就覺得唔係喎 ,CY 冇 call the shot 喎，咁只不過係真係廉署照做嘢咗喎。咁呢個就兩邊大致嘅說法係，咁就即係另外一個認為係陰謀嘅，就係即係個日子冇咁巧嘅喎，即係太遠太近得滯喎，係嘛？冇理由自己捉蟲得咁緊要噶嘛，就算 CY 真係先冇理由，即係當選即刻拉個對家嘅，咁即係比更加令到譬如李嘉誠啊或者其他地產商或者唐營嘅人更加驚啫，咁佢起碼都應該會等一等先啦，都唔急嘅啫。其實如果有證據確鑿嘅話，係咪？咁所以即係呢個係咯，呢個都係一個說法之一。咁蕭生係啦，咁就街道即係嘅分析係咪去到呢度啊？街道仲有咩補充啊？都冇乜啊，係啊，都係咁上下咯。嗱，首先第一，首先舉報嘅一定係郭炳湘，而嗰陣時咧係同梁振英無關嘅，呢個係肯定。係因為嗰陣時鬧交嗰陣時已經舉報咗㗎啦，已經舉報咗㗎，去咗廉署㗎啦，已經提到佢做積金局嗰陣時咧租 IFC 高價租 IFC 幫呢一個新地，而新地咧就俾翻層樓佢住。係。
即係有呢個指控㗎啦，即係咁樣。咁結果咧就 proof 唔到咧 ，I 呢個積金局咧租 IFC 咧係有益新地，因為佢話嗰個都係市值嚟嘅。係啊，係係係係。咁其實係咪市值唔知啦，可能都高啲啦，即係高咗啲啦。唔係市值冇問題啊，但係你撲出嚟，你有人肯租啊嘛。如果你唔去租，你唔係一個積金局或者啲大 institution， 你咁大層樓唔會有人租噶嘛。其實即係呢個係咪即係咪即係私商實實都好難講嘅，係啦。呢個第一。即係去到咁遠嘅，去到咁遠嘅，嗰件事就係咁樣樣噶啦，咁樣然後咧，但係近年呢件事能夠成 case， 喂，即係西環嗰啲黑材料咁犀利，有冇補充啲資料落去咧？呢個又係一個問題，係有冇 substantial 喎？佢幫手實幫手郭炳湘 substantial 喎？嗱，照計，譬如佢喺禮頓山租嗰層樓咧。就要知就冇唔難嘅，其實好多人都知嘅。但係透支户口咧，就真係唔係幾容易查到出嚟嘅喎。其實蕭生老實講，即係似乎真係有人特登守佢嘅喎。其實係咪咧？因為根據明報講嘅內幕，最初個調查係 dead end 嚟嘅，跟住先至有新料出到嚟咯。係有新料，咁啲新料係唔係即係郭炳湘幫手提名梁振英嘅一個回報嚟咧？佢哋即係我都話咧，即係西環最中意掌握每個人嘅 file 啊。係啊，係咁呢個係即係共產黨秘密警。嘅慣例嚟噶嘛，即係咁樣係。咁呢個第一點，二點咧。第二點，成件事係咪政治檢控咧？有一個非常可疑嘅地方。你話如果證據確鑿嘅話，係咪要問個曾蔭權、問個北京先能夠檢控咧？佢一路咧呢件案咧係束之高閣嘅。因為咧去到曾蔭權一刻咧。佢硬係唔話 yes or no， 你明唔明啊？係，佢一路唔表態咧，嗰件嘢咧就 hold 住咗喺度。唔係佢哋可以決定，因為佢哋全部咧係向曾蔭權負責嘅。係啊，咁好啦，最近發生咗咩事啊？就曾蔭權 CY 當選咗特首之後，第一 CY 當選咗特首，曾蔭權去咗放假，變咗林瑞麟咧。呢一个特首，林瑞麟，而且又出现咗嗱，又出现咗一个林瑞麟咧，系代曾荫权咧去留任咗一个副唔知廉政专员定系查曾荫权系啦，同埋查郭氏兄弟案都喺李泽培嘅手上，系呢个人咧就系已经约满噶啦，就嚟系啦。就是曾蔭權突然之間行開咗之後咧，林瑞麟續咗佢約喎。係呢個係咪一個高嘅息怒咧？你話俾我聽。建案可以去嘅息怒咧？呢一個係。係咪啊？你讀到個 political 嘅解讀就係如此，即係咁樣。有人 give 咗個高嘅息怒，即係咁樣。咁而喂，第一，即係第一。這個呢這個人同時查曾蔭權和這個郭氏兄弟同埋許仕仁同埋許仕仁曾蔭權我要你要想幾個考慮第一現在如果 CY 一上了來fail to take action 本身就變成是一個可以被攻擊的東西將來是啊沒錯而呢點你不能逃避 ，CY 終於會知道，即係咁樣係。係啊，一上任就一定一上任，佢揾翻你點解咁耐唔告嘅？係啊，咁你就失敗名列噶咯。於是咧，要冚嗰啲人咧，唔敢冚啦。你明唔明啊？明白。唔敢窝窝妥妥算啦，呢件事一定被翻账。係，因為走唔甩，其實走唔甩啦，已經係。係。好啦，第二點係唔係？曾蔭權故意行開，等阿林瑞麟做呢個 dirty job 做，就係第一就係警告曬所有即係呢一個反梁嘅人，係咪啊？呢個敲山震虎啫，係啊，係啊，所有人都驚曬，而係放過曾蔭權咧，交換係。因為始終一個特首咧，你又係北京冇面，咁作一個等價交換啊，作為陰謀論嚟講咧，你突然之間咁放假咧，我哋覺得你係故意行開，做咗個政治交換喺中聯辦嘅主持之下，就唔再追究曾蔭權，冇淨係，而係等林瑞麟去批去俾呢個高息奴呢一個
廉署是吧、嗯、而林瑞麟因此立了功嘛，又表示他对 CY 的忠心。而最近就是说林郑不肯做政务司长嘛、嗯、这个是不是可以拿郭家兄弟的头颅和许仕仁的头颅来到换这个政务司长这个职位呢？这个谭文就够答了。哇，是咁，即係而家就我哋讲到係林瑞麟喎，但係林瑞麟唔会夠膽自己做呢个决定㗎。唔係，我就话曾蔭權亦都係同意咗中聯辦啲同意，大家咁样 settle 㗎嘛，即係成就用呢个方法嚟 settle， 係呀，就唔係曾蔭權出手我就行开咗，係啦，你因为曾蔭權做唔出啦，咁係佢沙煲兄弟咁样，係啦，然后林瑞麟话掂你又想表示忠诚，话掂你又想继续捞落去啦，不如你嚟啦，係啦，你嚟啦，Okay. 帮CY做了这个 dirty job， 你明白吗？而亦都是说打击官商勾结和地产霸权嘛，是不是啊？来到赚取民望嘛，是，嗯，这样就是，即是，我觉得 so long 来讲，即是我这个 interpretation 呢，即是最 make sense 的，是不是真相我就不知道，即是这样。因为呢你是不可解的，即是很多东西。我都是不可解。去广告先吧，好啊，好。我就不是經常看戲的人，不過看完這套《陽光姊妹圖》之後呢，想起很多關於自己讀書時候的事咯。我很慶幸我到現在都還有些中學同學或者小學同學聯繫著的，但是更叫我有一件事醒一醒的，就是原來我以前只是想著自己第日將來相繼一生之後會發生什麼事，現在即等他提醒了之後呢，我知道自己將來還要做些什麼了。誠意邀請大家一齊嚟睇呢套係《陽光姊妹圖》。埋嚟帮我睇下边个课程啱我。今次又想学啲咩啊？射箭咯。射箭？你掂唔掂噶？仲日晒雨淋，唔怕辛苦咩？唔怕。美发射箭教室依家喺荔枝角港铁站上面开咗间室内射箭场，唔受天气影响，几时都玩得。仲有注册嘅合资格教练驻场教导，最啱十岁或以上嘅初学人士去玩，完成仲有证书添。可以点报名啊？打25151161或上www.bermond.com.hk 就得啦。双飞直入自驾奔驰，与其等死，不如用笑众生机。香港人网母亲节呈现，妈妈正爱你。5月12日，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萧若元、黄毓民率领一众香港人网主持龙年搞笑，门票分230、170及130。4月14日起，于城市电脑售票网公开发售，查询2892-7816。特别鸣谢靓煲王及美化射箭教室。知识是改变命运的力量。国际色加文化中心送赠俾山区学校的儿童百科全书，结集3000多名学者，花上7年时间编制而成。若果你都想参与今次活动，中心可以代办并送到受惠学校。每套儿童百科全书年运费港币180元。本中心主席郭兆明先生仲会回赠内含14套精彩印度电影光碟。